大家好，今天在家里面咱们就吃简单一点。买了半斤牛肉啊，25块钱。现在的牛肉是50块钱一斤，在我们这边。今天做一个牛肉面。现在这个牛肉啊已经切好了，感觉这半斤牛肉也没多少，现在要过下水，放点料酒，生姜，再从菜园里面啊拿了一点葱，还有这个大蒜过来，先把这个葱和蒜啊切好。现在可以把牛肉捞起来了，豆瓣酱，上葱还少一点，放点料酒。香叶、八角、生抽，再来一点老抽、辣椒，让它煮个20分钟左右。这个牛肉让它慢慢煮，这咱们先煮两块这个面呢。满满的一大碗，估计。现在差不多可以了，现在要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来，这看起来还是挺有食欲的。他们都吃饭，我吃面条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肉。这牛肉很大块，吃起来很过瘾。
现在这一碗啊吃完了，半斤牛肉在里面，我要打扫一下，这是吃的很过瘾了。